有没有看到哇？虽然差价贼，好不好？今天这组呢是韩国的，这个是秘鲁的，硬脆也是这一款，大颗椰子糕又很甜的是这一款，有没有？有声音的，有没有？新鲜 ，OK， 好不好？来，哦，哇，来，今天有谁呢？秋翠，满满的一整只啊！我跟大家讲，昨天其实我们也到货一整只啊，但是我们一验货，哇，发现不好吃，够不碎，来直接不要。今天这一组呢，我保留下来了，我告诉你，好不好？绝对对你负责，硬脆甜，好吗？今天呢，直接可以带原装箱哦，认真跟你们说，好不好？绝对会对你负责，不要担心。来，但秋翠呢是什么 size？ 来看一下，今天它是 J 的大小哦，好吗？如果你今天你要买大果粒，麻烦拜托选择韩国闪耀色香葡萄。那如果你想要吃硬脆甜哦，就是它了，好不好？就是这只哦。硬脆甜哈，扯个低，扯个低，好不好？今天的原装箱呢是 7.3 公斤，一箱里面有9包，好不好？但是重点是什么？每一包重量都不是均值哦，要自行分装。如果你跟别人一起分的话，好不好？但是如果你要自己吃，那还是无所谓啦。来，直接呢开箱给大家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原装袋，原装袋，所以每一包重量你会发现，哎，重量不赶快，无宝无垮掉不？好不好？是正常的，好不好？来。所以呢，如果买原装要自行分装，但是如果说你们买单包或三包的规格，小帮手都是会帮你们分好的，好吗？来看一下，温岚我夸你不？给哪里喽？哦，水够好加，扯够低，好不好？硬脆甜。但是呢，我跟大家讲，老实讲，果粒就是没有那么大颗，我们也有找市面上秘鲁大颗的，但是呢。好看，但是没有那么好吃。我们要老实讲，好不好？主要还是要对你们负责，要好吃为主，好吗？好不好？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有没有看到今天的果粒没有很大，好不好？你们不要想说，哎、欸，好像跟韩国色香一样大，然后私讯客服说，哎呦，我的好小 ，no， 好不好？它本来就是小的，好不好？它不是那么大颗，但是它超好吃，好不好？来看一下，有没有听到那个拔的声音？有没有？哦，再听一下，有没有？有声音的，有没有？新鲜 ，OK， 好不好？来，哦，哇。超好吃，好不好？硬脆甜，来给大家看一下。今天这组呢，真的是认真可以带，好吗？现在呢，直接呢拿出来韩国麝香给你们大对决一下，好吗？今天的绿色葡萄好吃的在这里哦，好吗？有没有看到？哇，虽然差价贼，好不好？今天这组呢是韩国的，这个是秘鲁的哦，硬脆甜是这一款。大颗椰子糕又很甜的是这一款，今天两款直接上线了，赶快先抢起来，10点准时上线，拜拜。